想，妄想，妄想，痴迷妄想。得闻道说，今之春归艳，得重病爱上，尽脸色香，尽脸色香。愿他得脱灾脱难，明月复清港。闻得玉妹抱病，群医束手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因此我改扮郎中，行得把王爷瞒过，正是翠楼未见如花貌，曲郎早送女儿香。医师贾文俊参见公主。眼前人似梦里郎梦圆，手搭把真铿那认错人，暗道逢蛇是马良，偷偷不够着衣衫翻看，星眸已是艳光，几回暗相看，心中惊慌，手足戒惧，他按兵压住，换露了急色相。
像。哎呀，妙啊！彩帘送香风，露了天仙上。半天降下雨，女恨得三番寒。云要拍档，卖风行，何故沉吟？不低，莫非平公主的颜容尚难下药噶。哦，是何缘故啊？因我未敢灼灼相对，故而未看得清楚公主的神色，视而不能断正啊。何谓神色呢？神色藏于双目，只有目光相对才能观察噶咋。哦，当真如此？正是啊。平时留精把公主病啊所心愿，恐怕轻薄一时会招祸干。贾先生，咁你到底贵姓啊？贾先生啊，当然系姓贾啦，就唔再讲啦噃。咁大名呢？文俊啊，二字大啊，书香，富居何处啊？系住在狐狸园中胡桃村，胡桃村中胡桃巷。咁先祖作何生意呢？八代行医，善啊棋王。咁你呢一代呢？九代家传，我把郎中牙干啊！哦，咁府上共有几人啊？一家六口，共啊三双。哪六个人啊？父母兄嫂咧，都是由我养噶。父母兄嫂，连你都不过是五人啫。又何来六口呢？不瞒公主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妻子了。你有妻子？那又未噃。不过虚言此为后新娘。好胆！
今苍黄没了主张。上嗰个风啊，公主，我父官啊拜上书啊，身居户部职，位列朝班上，家尽两字是真啊名啊。读诗书千万啊卷，下不如意马，功名只贪狼。公主你威震边陲，我心境那样，问几许苏你跟过压王朝，花木兰啊代父成勇将。只为心意欲女性古人，才有天齐庙中来偷看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听他句句言内情。将出来又怕冒犯公主，所以不敢直说。你但说无妨。公主，自从天齐一见，我痴爱人半僵，一见梦难忘，竟惜公主你抱病扶错，朝衣又傍，所以才依师改扮进门墙。见公主你并非抱病，我受怀
采访啊。哦，你所言可是真情啊？岂敢全心相骗呢？相对看，收他。